啊，娜娜，有人问怎么用剪映这个功能来录一下？可以。点那个，可以，等一下哦。啊，对对对，下面这排。啊，我要比滑鼠。这个，剪同款，点下去。然后上去打字，上面打字，地方打你想要的梗，就打 HIP 吧。然后下面就一堆模板。啊，我做的是这个，欸，不对，我做了哪一个？啊，算了，都可以。然后怕被版权，所以没有放 BGM，啊，就直接找图片，欸，那样子啊，嘿。噔噔噔，啊，就这样吧。我不知道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要换一张，换个，啊，这样吧，这样子，啊，犹豫不决，好，就这样，然后就完成了，这样就 OK 了，是返回，好，那因为模板太多了，我也不确定哪一个你们喜欢。你就把每个喜欢的都做一遍吧，那样子。好，教完了，嘿嘿，这样子输出很快，又做好一个了，可以。